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是我的队友，亲下去。可是，为什么他们对你这么好？是因为我是你十三多年的妹妹。什么？我是你在你背后那个娃娃。娃娃。妈妈还比她漂亮十倍耶！
如果没是一种罪的话，妈妈早就被他吃掉了。做太久了。可是你不是我奶奶，那你是谁？我也不认识。
有那个甄子丹。甄子丹，我想要一人，先跟我过两招吧。过两招。两招。两招。甄子丹出了一招，耍阴的，怎么怎么？你好弱哦！都叫你平常不要差得多眼镜啊！不光差眼镜是。男的力啊，小心我们同学的。男人最痛，女人不懂。喂喂，是谁呀、啊？妈，恶心。啊，是什么指什么单什么啊？有什么要讲啊？我想跟你说。说什么啊？就是那个。快不是快说好不好？那个、啊。那个什么啊？那个。我电话快挂咯。那个我娃娃不见了啦。你娃娃不见，你就自己找啊，晚电话。又是那个恩子丹，哎呦喂！你是谁？你是谁啊？还不讲话？哎呀！好寂寞，好冷哦！过来接我。你也接到了？当然了。为什么？哎呀，会打电话过来啊？你很小心。他不是要去接他吗？当然要，他都那么烦人。这一直缠着人，你看见人家是男生，就一直缠着人。爸，你去接他好吗？为什么不是你去接，是我去接啊？你是男生啊？对啊。可是 Anna 那么恐怖。我教你有一个七星宝剑，送你。哇，这个七星宝剑真的很重要，很有用。去哪去哪？小心。七星宝剑交给你，回复世界和平就交给你。我还要煲汤，煲汤啦，煲汤嘛，煲汤。煲汤。哎哪哎哪，是他们梁母子说要卖掉你啦，什么事都不关我的事。你为什么就在这里？其实刚才的东西都是我演出的。我不想知道，我不想知道。这我第一次遇到你，就深深的爱上你了。我不要分爱，分手。如果要把这份爱加上，希望是10000年。不愿意。
下去吗？接下去。真的啊。那我们不管什么 A 呢？接下去。我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卖袜子的人跟一个有钱人之间。我们先不管什么东西，反正有钱就是可以了。他们经过一些交配生子，然后那个有钱人突然就死了，然后那个卖袜子的人就变得有钱人。谢谢大家，请继续。